这可是完全娱乐破天荒举办名为2012限定夏令营，简单来说就是首次开放观众参访电视王国三立电视台，要你转角就能遇到大明星，所以一整天的行程当然要先从抢虾开始。叫一句。
力带着大家导览九空，从国王帮帮忙到女人好犀利，再到型男大叔出，为了让大家积极参与，怀秋可是努力出卖自己。答对的人，那可以跟我一起合照。拍照完之后呢？抱一下。哎呦，抱抱。环球不停加码，就为了让观众可以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所以不管是玩游戏还是拍照，他比大家玩的还要嗨。那数到三呢，就要举手哦。好，准备好了没？三。逛完了产出最值钱的三条黄金带状节目摄影棚后，下一关关主爱玩客的唯一要带大家到三立超像夜店哥的姐姐室，教大家如何录 OS。 我们可以的地方，我先示范一次我们平常怎么配音，然后等一下找一位志愿者来试，好不好？玩在工作，爱在生活，我就是爱玩客唯一。所以有要试试看吗？我先听听看这声音好不好？玩在工作，爱在生活，我就是爱玩客唯一。第一次当导览员的唯一其实有点紧张，尤其当队员们太热情，机器却宕机时，唯一只好豁出去出卖自己的秘密来化解尴尬，真的是太感谢他喽！好了，我现在有办法先让那首歌曝光。好，不管，这是我的歌。之后年底我要出 EP 单曲，所以我先把那首歌副歌唱一点给大家听听看。第一次，我还没有唱，在大家前面唱过。想到今天来会这样，你们变来了。好，不好意思，献丑了。你总说有一点一点喜欢我，有一点一点的想我，可是你所谓的一点点就仅几多。别以为玩鱼限定夏令营只有这样，为了让八月参访的观众们能更开心，最后的最后，小记者有一个贴心小提醒要提供给大家。环球大帅哥，你们好，大帅哥，真的吗？没有，真的假的？真的是，是的，如果你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大明星时，记得一定要准备好如何吹捧啊，不是讨他们开心啦。大帅哥，妹是不是？哎呦，我不知道，听到当然会开心啊，他当然会开心，然后就觉得虚伪的笑，也不是啊，就我觉得大家对我还不错，对，希望是从发自内心里面讲出来的大帅哥，而不是转头的时候世林也是大帅哥，然后看到唯一也是大帅哥，或看到对这样子。希望我回去会看剪接啦，如果都大帅哥的话，我找你们算账。怀秋真的是很爱开玩笑哎，等一整天的玩鱼夏令营，就是要你跟着玩鱼横行三立，遇见大明星，到底还会遇到谁呢？待会回来一起来看看玩圈的哈奇独家采访报道。没有错，我们今天会给你一整集的玩鱼限定夏令营当天的这个现场的一个盛况。没错，然后呢，除了这之外呢，我们还会送你礼物。所以今天节目非常精彩，然后当天有来参加的朋友们呢，可以趁这机会回顾一下。如果说你没有来参加的话，你可以赶快先观摩一下，知道你八月的时候来参加的时候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啦。然后呢，或者是你当天来可以有什么好玩的，都可以在这边先导览一下。一整集都会是玩鱼限定。